弟兄姐妹平安，起立，找到所有人，跟他们说，很高兴在这边看到你。让我们一起来拍手，赞美我们的神。
宣告昨日今日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。宣告，再没有事能再
心，在没有时难多重应许神与我同行，在没有时难去在耶稣神与我同行，不惧怕不羞愧，但是有与他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，他万全力，恩典与能力，他爱降临，他万全力。让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神，神与我同行，他爱降临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主，我们敢说，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你。说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主，谢谢你，主，回想过去，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请你触摸了我们，你赦免一切的罪，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好让我们明白在这世上我们生活的意义，我们要来极力的来跟随你，我们要极力的来寻求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爱与我们同在，好让我们明白，主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是
牺生命，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。主，你是一切，主，你是我的命。多么感谢你洗净我的罪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的生命。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让我们举起手来对主唱，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广无限量，有多广，万国超乎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再次对主说，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广无限。生永不离开你，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对主来祷告，说出主，谢谢你再次的重新的呼召我们，主，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救主，主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也赐给我们新的盼望，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极力的为你来奔跑。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意义，以及我们所追求的主就是你。
是我新生命，主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。那么小声对主说，主你是我的都永不离开你，主，因为你的爱在这世上是无人可相比。主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是我们的唯一，是我们的一切。主，再没有事物能够叫我们来与你分离。主，我们要持续的在敬拜当中，主，我们感受到，主，你使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。主，你看顾我们的心灵。引导我们前方的道路，主，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得以坚固。主，求你满足我们，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以及满足我们对你的渴慕。你好的救主，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，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，一生信靠你，不怕任何风浪。全部
我要永远敬拜你，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，我亲爱救主，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？我要不住敬拜你，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，求你满足我的渴望，愿请跟随我救主，我要不住敬拜你，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，求你满足我的渴望，请跟随我救主，求你满足我的渴慕，愿请跟随我救主，我要永远敬拜你，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，我亲爱救主，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？我要不住早晨，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，Amen。 好的，坐下起来，我跟你旁边说，上帝悦纳你的敬拜，愿你的敬拜， Amen。 请坐，好不好？拍掌，马上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